做一个小游戏啊，二对二，看谁会先把对方逗笑。郑爽、杨迪，谁先笑是谁先输。对对对，你靠表情，我感觉很难把它逗，除非你把自己的眼睛打飞。加油，加油！啊、没打掉，这打自己巴掌。没打掉，不好笑，说了不好笑。柯震恶，柯震恶是谁？柯震恶就是这个家伙。蜥蜴，换蜥蜴，换蜥蜴。你怎么看我？你看看我。对呀、啊，你要看他。他每次看到我太近，有点害羞。他觉得害怕。是害羞还是害怕？看我一眼，郑爽，你看我，你得看我才，我这个才有用啊，郑爽。郑爽。太吓人了！蜥蜴可以吗？带！我自个儿笑得可欢了。这个太好笑了。你逗我笑。看哪儿呢？这样子，这样子怎么笑呢？看哪儿呢？我真是，哎，你真的好像小夫啊，长得。陈娜丽莎，遇到了人生事业上的坎。你俩看看你俩有多搞笑，来，玲姐尝尝吧。我也要像杨迪哥那样。你以为长得帅，所以学个斗鸡眼就行吗？Ready, go。我。完了，你俩，你们觉得很好笑吗？我是小闹。哎，这是杨老师。行、啊。馒头皮，没有你妈的，我试试啊！就只有在你的点上，这个只有在布拉布拉布拉邦邦结束了，够了！最大的赢家绝对是朗朗哥，放的视频也是他的最搞笑，真的厉害了，火了！喜剧之王诞生了，《哈利波特》。